打了一年多的电话，打到大姐姐都嫁人了。真的是嫁到了七斤男猪汉啊！听到大姐姐结婚的消息之后，我就把自己关了起来，关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，没事就随便看一看书，竟然不小心考进附近的大学了。随便考一考，我重考两年都没考上那间大学。不过我家的租约也刚好到期了，我爸妈决定搬到山上自己盖房子自己住，只有为了读书留了下来。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啊，所以这个电话亭就成了我的心灵依靠。喂，妈，吃饱了没？啊，吃饱了啦。那你嘞？妈，我这礼拜回去看你们嘿。你要回来哦？真的吗？哎，要是说回来哎。车程这么远，很辛苦呢。你好好读书，我再给你寄水果下去哈。是在雨中，感觉一起的地方，大马路爱平凡，黄梅布满闹嚷嚷。为什么给我？Oh,
走哎。哎呦，你爸说好，不要为了省钱饿肚子，这些钱好拿去吃好一点呐、啊。妈，我自己有钱呐、啊。哎，这是你爸的心意哦，你自己跟他说。啊，谢谢哦。我吃饱了。哎，吃这么快？妈，我3点的公车下山，那我就先回学校喽。哎，你爸说好他要载你啊。不要啦，一趟车程那么远，回程天黑还要开山路，太危险了。啊，不然哈，我和你爸一起去啦。回程哈，你爸有作伴安娜。我坐公车就好啊，下山转个车就到学校嘞。而且，哎呦，你爸要载就让他载啦，他很爱你啦。可是我，哎呦，真是受不了哎。啊，下山之后我要买些司机给你吃哈。读书很累的时候。听着家人的声音，特别温暖。这座电话亭就这样陪着你长大了呢。不过冒昧问一下，您既然有家人，怎么不回家呢？生命的消逝只需要几秒钟，谁都阻止不了你了。你是说？人真的很脆弱啊。是啊，但也非常非常的强韧。非常强韧。哎，不是活下来了吗？我总觉得时间它很温柔，它会让你慢慢的遗忘，但偶尔还是会突然想念了起来。一定会很开心的吧？谢谢你的热情和勇气。
下了我们之间美好的回忆。唱歌的时候，我就能感受到你还在我身边。谢谢，我好想。听见了，都听见了。